这几年为拍掉古馆长宿舍的第一块砖啊，拆掉围墙开始，昆林的古空间在改变，新的现代建筑美学也在诞生。这个便利安定生活的美好城市道道开始，昆林认真要把城市变作是囡仔的佚佗天堂，也提供给民众更加多休闲和表演的空间。2008年到2014年，县政府投入空间改造的规划和成果，得到昆林县有史以来毋捌有过的光荣。为这个乡镇到迄个乡镇，我有看到这个所在愈来愈好，这是我的故乡。做一个昆林人是幸福的。